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整装待发，碾碎他们。杨帆，我建议滑着走。启航，稳上了。德玛西亚万岁！我记得我以前穿的是啦啦队员的衣服。哦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们开始有气儿的部分吧。管好你的嘴，小鬼，否则你会发现自己正躺在基地等重生。他们跑什么呢？我应该去找个漩涡。我们必须向前推进。不是死光炮，不是洋电子炮，也不是超电磁炮，懂了没有？我是一个用剑的艺术家，没有骗你吧？鱼骨头，你知道我们该去干什么吗？洗洗衣服，刷刷盘子，然后再去把一些账给结清了。愚蠢的哑巴，他就是个 loser， 总是要哭的样子。这是我的两把枪，一把叫圣，另一把叫爱。